刚才叫是个谁啊？这个做聚会干麦地瓜的，还没做过的，几个咱试试。他这个谁也做好？好、哦。今天再他尝试一下，做一个咱在家里尝尝。啊。过关了，然后再给我大地上贴个新品。就是。这天唱好车的，往这一天整。对，具体具体完那个水不去啊。啊。找一个瓶，然后直接停。跳着。嗯。这个得做新品。不念，这不念，别这个。主要还是把水浇。把它。奶奶，哎，俩孩儿给长好了。嗯，啥？这是干面地瓜，干面地瓜。嗯，孩子在妈的那个屋里。哦，妈。哎。啊，还挺好吃。嗯，干啥？这俩在吃呢，好吃。你去吃了吧。你是我不真是。真是腻了，真腻了。哎，自己家吃，自己往自己嘴里吃，自己吃一点。干梅地瓜就是没有干梅粉。干梅粉在城里，我这。就是，我在干梅中间，小饭铺里里头，我也好也好，面这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了。嗯。这叫外酥里嫩，是吧？嗯。干梅也都是那是干梅粉调料在城里，我会拿。没听着这么好吃，要听着我听着好吃。嗯，行了，俺碰着手艺学到家了。摘呗，摘了，可摘，好了，摘了呢，好着，好吃，好着。看一看，说是能卖呗，那也能，能，嗯，看说那手艺好呗，好。摘了，这个能卖吗？嗯，是啊。嗯。知道你蛋疼了？手艺不错啊。嗯。真好吃，看吃停不下来，你看，因为你不会吃。对呀，啊，别都能尝了，你看，干面地瓜。啊。嗯。嗯，那就是好吃啊。嗯。就在是不舍得那个做。是啊。嗯。啥味儿的？嗯。还是好吃。啥味儿的？我以前是吃上刁，你又吃上圆乎。那甜，嗯，就在这谁整的？哦，那真了。那今年那都得是，都得这谁有这事吧？嗯，那到时候可能卖。哦，今年你看，咱都大一时候了，应该。嗯。嗯，这你看，这是今年又聚会了，回来一直没做。是啊。对，就是刚做的。这挺好吃。嗯。正好在家里，那去年那谁是有谁，我给他做的吧，就上那看这啥样。就先试一下，嗯，是好吃，好吃，好吃没了，我再叫上谁卖了，哦，再今年再有一两，嗯，对对对，有种豆粉条，嗯，有种谁谁搁弄谁面啥的，就是，你那时候有种炸饼，自己种着没有啥成本，不是，就是辛苦的，嗯，辛苦的干啥不行，干啥得为挣钱是吧？嗯。辛苦点儿，倒不是我是无所谓。说的是，你看都是在谁不是一个人活儿？哎，嗯，哎呀，天天能帮忙，那个我得带人家给他们带，给我帮忙的，啥的，都是带谁啊？
贴着是不是不累啊？搁吃那点地方吃，可能也吃也这样吃。那你吃吧，剩着点你都把吃了。嗯，大的一盆呢，那是就吃完剩的。这也还能天天吃完喝完喝完的。不累。啥香？我讲我没那东西啥好吃，没那个是啥呀？肯定好吃。我是嘞，想吃了，你最好随时给你炸。对。